这边是台北市木栅区 ，A 这边是新店，新北市新店区，所以这条是两地的界限。拍手，拍手，这很熟哎，拍手。对啊。三等三角点跟展望有关系啊，通常三等就是几公里啊，忘记了。十公里吧，对不对？十公里内，那你看到这个白色的，它其实是一个十公里是十字，它原本是一个十字，它是给那个飞机飞在天空的时候看这个定位的。啊，好了解。白色的嘛，破掉了。有，你破掉了。啊，它本来是一个十字定位。好，这样明白了吗？不太明白，一公里是什么意思？展望就是四周的展望，可以看到几公里。哦，视野。啊、三等就是。好像是七公里还是十公里，忘记了。啊、那有一等的更远，一等的可以看到方圆十五公里还是三十公里，忘记了。等于说你的制高点的关系、嗯，也不是制高点，展望。啊、不一定是最高点，叫做桃源谷，好像就是二等还是没有二等，对，没有到二等，一等就是三等，一等，它好像也是三等，奇数没有偶数，没有偶数的。为什么？对啊，不知道啊，就是它的规定，从来没有听说有二等三角点，是海线，不是一等就是三等，不然就是没有三角点。所以就是三等，这样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这是晃角的那种。椅子坐这么高是吗？哦，我靠，这叫晃角。这边是台北市，这边是新北市，这边是交界点，所以跨过去就拜拜。Walking down Christopher Street, the grounds wait below my feet. I'm a stranger among strangers. Oh.我用木娜的表情可以吗？我不尊夜路啦，夜路走多了，对啦，夜路走多了啊，很漂亮啊，嗯，它是胖胖的，嘴巴很细哦，对，它的比例很漂亮，很像画画一坨的，腿可以吃。吊桥最老，老吊桥嘛，啊，然后水泥桥中嘛，然后在那个高速公路桥。哦，这里我回忆太多，因为我说这里。Of an African tribe, bringing hope to the hopeless and daylight to the blind. Oh, street lights, street lights, they never stop shining bright. Oh, street lights, doesn't mean they light my heart. Oh, street lights.这里view很好，哇，桐花。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呢？这是哪里啊？有没有看到？有。那个桐花这么的美丽。对。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山啊？和美山。又称大分山。
我们现在等着要看萤火虫。那谢谢阿伯带一路一路带我们那个去观景台，现在要去赏萤。对，嗯，这导览导得很好。今天可能会那个破纪录哎。什么意思？我现在已经21000多步，21000步了。哦。我们今天的恭喜。对啊，我的最高纪录是。反正26000步，我们还要走下去了，最高公里数是多少？我们应该已经破纪录了。你两万六。真的哦，这里有那个碧潭桥头，那个水泥的碧潭桥头，以前太强了。对吧？可以啊，因为这里。你刚刚有拍夜景吗？我 OK 啊，我要拍碧潭夜景。这家店很认真，这摄影师很认真。我要买一个机。